在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头，哎，能栽在我这个天下第一聪明人的手里，也算是你的荣幸啊。你们要怎么样？也不怎么样，只要你带着我们走出这老鼠洞就行了。早就告诉过你，已经没有出路了。啊？你想我们会相信吗？好，我带你们走。 在哪儿啊？就在这里。什么地方？哼，就是这条路。难道你们没有看到？嗯？啊！ 你倒好，我们在挖石头，你在旁边休息。我不高兴挖嘛？什么？哎，好，连我都在做事儿啊！你是男人，怎么可以偷懒呢？哎，我不高兴挖就是不高兴挖嘛。过来，杜老大，你叫我呀？哎，过来，你给我挖！哎，这。 杜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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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不是，这，在哪儿？在墙里这不得行。是，你有什么话快点说嘛。是，杜老大，我好像看见这个雁啊，雁南天。哎，雁南天。是啊。啊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山那边。往我们这边来嘞。啊？哎，这。哎，我。哎。大雄，把锄头捡起来。这，捡起来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咱们得躲一躲呀！啊，对，我看咱们暂时不能见他，一定要等小月救出来以后再见他。哎，走走，好。 想不到你居然会为了他那么伤心呢。不管他为人如何。
毕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何况他死得这么惨，你叫我怎么能不伤心？魏老头为人一向工于心计，你以为他这样死了就算了？ 死了，固然不假。可是他死得很坦然。如果他死而有之，看到你为他那么难过，说不定会高兴地笑哦。魏老头花了那么多的心血。 那么多的精神来布置这个山洞，如果他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绝不会就这样一死了之的。你是说他有把握把我们困死在这儿啊？他的死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宁愿死，都不肯让我们活着出去，真是够狠。 吴缺还在洞外头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挖一条通道进来。我知道。可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那当然是已经不再挖了。 不会是那种人，我最明了他的脾气了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不会半途而废的。我更清楚他。看情形，他是遇上了意外。意外？他会遇上什么意外？如果猜得着。 也就不叫意外了。哼，就算他遇上了意外吧，他也会想办法，迟早都会把我们给救出去。不错。嗯。迟早，他都会进来救我们。哼，恐怕我们已经等不及了。 你是说，我们会饿死啊？魏无涯，他一定会留一点食物在这儿。只要我们仔细的去找，一定找得到的。嗯，一定找不到的。 这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其实根本用不着找，就是找到了，我们也不能吃啊。对，我宁可饿死，也不愿意吃老鼠肉。此时此地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 如果能够跟你死在一块儿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就算在阳间不能成为夫妻，在阴间也是一样的。现在你就算想平平静静的死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。为什么呢？嗯，第一个，邀月公主就不会答应。不会吧？她现在已经变得很通情理了，她又何必要找你麻烦呢？哼，刚才她是因为我们还有希望活着逃出去，现在希望既然已经断绝了，她当然不会饶过我。可是，反正我们大家都要死了，她又何必这样呢？哼，因为他既不愿意比我先死，又不愿意我死在别人手中，现在又找不到花无缺来杀我，他当然只好自己动手了。我要亲手杀了江小鱼，我要亲眼看他死在我手里。可是，我们原来的计划呢？我们已经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。原来的计划不能不变更。至少，我们没有绝望。难道你就不能再等一等了？不行，江小鱼是头狐狸，是一只豺狼，我绝不能留着他。莫非你怕他？怕栽在他手里？姐姐，你难道就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了吗？什么？你居然敢说我怕他？嗯，既然你不怕他，那又为什么要急着杀他呢？嗯，我决定的事情，不许你再过问。嗯，慕容九，我猜得不错吧？有时候我真希望我能少猜对几样事情。你们的话说完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好吧，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，有话就快说。反正我们大家都要死了，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？哼，你们活的时间的确已经不多了。哎，不要再跟他说了，反正我们早晚都是要死的，早死反而能少受一点活罪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明白了吗？再小心也没有用了，过来吧。过来。是你要杀我，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哎！哼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我是要用你教我的武功来对付你。那是你自取灭亡。你。移花宫的武功我已经学会了诀窍，如果你现在再用这种功夫来杀我，岂不是已经不灵光了？你还不配谈移花宫的武功啊？那你就试试看。
你想杀我，还是跟我闹着玩啊？我要你什么时候死，你就得什么时候死，早一刻也不行，晚一刻也不行。那你现在想要我什么时候死呢？就是现在。 死到临头，还想玩什么花样呢？如果你真想出手，用不了3招就可以取我的性命，我还有什么花样可以玩啊？想说什么？那你想说什么呢？我既逃不出去，又打不过你，看样子我是非死不可了。 一点都不错。既然如此，你总该可以把那个秘密告诉我了吧？这是我临死之前唯一的要求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一直把这个秘密留在你心里，你不是自己也会难过吗？ 死了以后，我会把这个秘密告诉慕容九。好，还是不能告诉我。不能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还想拖延时间？哎，我知道，就是再拖也拖不了多久。 不过，我临死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要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？那要看你要求的是什么。我肚子疼，想去方便方便。站住！谁叫我刚才喝酒喝多了？这有什么办法？哼！我现在杀了你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 哎，这当然不一样了。一个人肚子发胀的时候，武功自然会打折扣。你要是趁这个时候杀我，那不是太不光荣了吗？堂堂的移花公主，做事一定不会这么不光明磊落的吧？好吧。 这么说，这个杜伟又在这骗钱呢？不，客官，你请坐，看一看啊。这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新鲜事啊！百年难得一见的新鲜事，是是是是。好，那咱们倒要看看了。啊，您请坐，请坐，客官请坐，请坐。你看着呀，玄元光啊，又在发疯了。 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新鲜事儿啊！该我了，该我了！您说，哎，大爷，不对，我先来的，该我了呀！什么？你先来的？老子说谁先来谁先来？滚！是，你说，我那个老伴儿啊，背上生一个疮，像网口那么大呀。
我们家就我们这两老口子。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哪还有钱来看他那个窗呢？哦，你是不是想得银子？这说不准，你碰碰运气。好，听你说的怪可怜的。好，你猜，你猜我对了，我就给你这一百两。你猜我今天吃几餐饭？啊，四餐，四餐，这。 哎，一顿也没吃，你一直都在这儿，你哪还有时间来吃饭呢？哎，嘿，你猜对了，哎，给你这百两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真是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的菩萨，谢了谢。该我了，你说。 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27了。27了，你看你长得人高马大，满面红光，像个小牛似的啊！你也来猜，好极了。你猜，有多少？哎，大爷，你还没说出来，我猜对了，你给多少银子呢？谁说给你银子？我告诉你，猜对了，砍我的脑袋，猜不对。 我就砍你的脑袋呀！不，大爷，我不猜了，大爷，我不猜了，大爷，别吵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老伴儿死得早，我只有一个儿子。 他还病了，哦，有没有媳妇啊？提起媳妇儿，更心酸。怎么，他嫌贫爱富是不是？不，天下再也找不到那么贤孝的媳妇儿。起早晚睡，吃糠咽菜。 他的身子也不好啊，头发都剪得麦了。听你说的真是可怜。好吧，你猜，你猜对了，我也给你一百两银子。好，你猜，哎，这天上有多少星星啊？这天上有多少星星啊？啊。 恐怕谁也不知道这天上有多少星星。我不猜。哎，你猜对了呀！你猜对了，谁能知道这天上有多少星星啊？好好，来，给你一百两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要谢，算你走运啊。 谢谢。别吵！别吵！你这年纪轻轻的跑这儿干什么？我爹死，我娘替人家洗衣服，好辛苦，所以我才到这儿来。啊，你知道你娘辛苦，你知道孝敬你娘吗？啊？好。 我也出个题，你猜一猜，猜对了，我也给你一百两。你猜吧，老子这头上有多少头发？你头发比天上星星还多，我数不清，我不猜了。哎，别走，你猜对了。啊，我猜对了。哎，当然猜对了呀，谁能知道老子这头发有多少啊？啊？ 赢了，哎，来，给你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老子银子都花光了，算你们聪明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走。
老子没好听的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哎，我还有事儿，失陪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亏心事啊？去你！哎，难得遇上了嘛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跟咱们走吧，帮个忙去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 挖山洞啊！哎，挖山洞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哎哎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第一，你去也得去，你不去你还得去。谁让我们难得遇上了，你也得摊一份。这第二啊，山洞里边有你的朋友在呢。什么？有我的朋友？啊，谁呀？江小鱼。啊，江小鱼啊。对了，那么现在你是去不去呢？ 当然要去，走走走！哎，别忙别忙，这说了半天，这肚子都饿了，咱们研究研究怎么把肚子填饱了再去啊！哎，快官爷，啊，快快请坐，小的马上去准备去。我，哎呀，这免了吧，你刚才看热闹也看够了啊，说不定你现在灶里头都火都熄了。哎，不，快官爷，我请过来，快官爷呢，先到这个雅座里坐着等一下。 答应不杀你了，快把铁闸给打开。现在你杀不杀我都已经无关紧要，反正我们早晚要死。不过如果你一定想出来的话，除非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情？当然是把那个秘密说出来。 你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，什么时候说出来，我什么时候就放了你。哎，快快快，来菜来，来吃。好好，哎，三子热的，三子热的，好好。 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请坐，好好。哎，各位，你请坐。
还是咖啡因，应点什么？来两碗面。哎，是是，来两碗面。嗯，坐。哎，在燕大侠的面前，哪有在下的作为？我让你坐，你就坐就是了。 我想请答应一件事，江姐，你所作所为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，不要在我面前卖弄你的口舌，不会饶你的。哎，在下知道，我绝不是求饶，这只不过……哎，面来了，面来了，哎哎，咖啡，那面好。 吃面吧。你想绝食？我吃不下。江姐，我知道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的痛苦。但是在没有找到江小鱼的时候，我不能让你死。我要让我江二弟的后人。 亲自替他报仇，燕大侠。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当年我一念之差铸成了大错。这些年，我又何尝有一天安宁的日子？纵然燕大侠不来。 迟早我也会到江二爷的坟上自裁赎罪。你赎罪的日子快到了，并不是我贪生怕死。以我的过错来说，纵然是千刀万剐，也不足以赎罪。不过。 这些年，我已经娶妻生子，有了一个家。这妻儿是无辜的，在我临死之前，我总该再见他们一面，我也把家事交代一下。所以，我想请燕大侠。 再给我几天的时间。不行，燕大侠，请您相信我，我绝不是妄想逃走。在我燕南天的手中，也休想逃走。我只有这一点请求。 见见我的家人，交代交代后事，否则九泉之下，我也不能安心瞑目。燕大侠，我要给您跪下。不必这样。 答应你。不过，等我找到江小鱼之后，我跟江小鱼陪同你一同去跟你家人告别。哎，这……怎么？难道说你还不满意吗？哎，不，谢谢燕大侠。
谢谢燕大侠。吃面吧。是。花瓶去帮忙去。是。公子，这儿都布置差不多了，就等吉日良辰了。顾中，你办得很好，你很能干。谢谢公子的夸奖。顾中，你我自小一块长大的，情同手足，以后这种小礼你可以免。不，族谱之礼不可免。顾中，这个家原本是由你爹来管事的，他年岁大了，我希望他能够多休养休养，所以请你来管事。你来管事，一方面可以替我分忧不少，再一方面你办事也很妥当。公子交代的事，我一定尽心去做。哦，顾总，过两天贺喜的人一定不少，到时候我不能照顾得周到，你替我多招呼招呼。是。秦公子，哦，秦兄，裴玉，你马上要做新郎官了啊！我啊，这是奉母命完婚呢。本来我们是要做连亲的，可是九妹失踪那么久，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嗯，伯母爱孙心切，她等不了了，所以小仙女张青啊，做你们顾家的媳妇儿了。倒是到现在为止，九表姐的下落，一点消息都。九妹一度在江郎出现，可是等我们赶到江郎，已经不见人影了。听说她是跟这个玉龙谷的人在一块儿，而且轩辕光还做她跟班。轩辕光不是也不知道九表姐的下落吗？所以九妹的几个姐姐着急得不得了。秦公子，小的有一句话，不知是不是该说啊？顾仲，你有话你尽管说好了。轩辕光既然在镇上，那玉龙谷的人是不是也在镇上呢？这倒没听说。家人回报，最近在镇上看到几个江湖的人物，是不是来吃喜酒的，或者是路经此地的？玉龙谷的人我们都没有见过，家里的人更不会认识。这些人都是率性而为，但求自己的高兴，不管别人的感受如何。我想应该防他一防。哦，顾仲，过两天如果他们真的来了，你得好心的应付，千万不要有所差错。是。嗯，只要我们应付得很好，我想他们大概不会有事。还有。还有什么？据家人回报，最近在镇上的酒馆发现了一个男人，好像是燕大侠，燕南天。好了，酒足饭饱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对，我们该走了。你说要去帮我挖山洞的？那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啊？什么？这韭菜全是我们花的钱，挖洞你都不干？好，好，好，碰到你们我就算倒霉，好了吧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了，哎，这酒不喝了。走走走。